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27岁英国女星妙丽·艾玛·华森不久前才被捕捉，时值紧扣约会出演《欢乐合唱团》的男星考德·欧威尔斯特利，两人正值恋爱阴影，不料恋情仅短短曝光六个月，便传出两人分手之消息，而艾玛·华森更是取消关注男方 IG。令外界相当震惊，艾玛·华森不久前才遭外媒捕捉到与出演《欢乐合唱团》的男星考德·欧约会，两人十指紧扣，而艾玛·华森则是小鸟依人的依偎在一旁，两人看似相当甜蜜，而双方对此关系都保持沉默，未做出任何回应。未料分手消息也来得如此突然，艾玛·华森将男方取消关注 IG。而受访时更是一字不谈，转移到另一半话题，且说到我注意到在好莱坞和你约会的人会和电影宣传紧紧绑在一起，成为你的表演，就如马戏团般，我不喜欢任何人和我在一起时感觉到自己就像是表演的一部分，明显对于感情是相当低调，不愿多谈。艾玛·华森左传与男星考德·欧右分手之消息，翻摄自 IG。